春花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，还好我回来了，不然小贱早就让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爸爸给卖了。把小贱给我，滚一边去！你给我！现在想起小贱来了。哟，我当时谁要买走小贱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女人，哼！ 我说呢，你怎么之前对我们家素云那么好啊？原来你打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呢！呸！真是够阴险、够恶毒的！哎呦，真是可怜我们家素云，还把你当做什么大善人。真没想到，你当着素云的面一个样，背着素云又是另外一个样。你别胡说！你冤枉了佳音。佳音，呸！你叫的真够热乎的，怎么了？我冤枉他，你心疼了？ 你怎么不心疼心疼素云呢？哦，原来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欺负素云的是吧？我真是看错你了，真是个负心汉，你没良心，你不是男人。你没资格评论我，这是我的家事。把小剑给我，滚开！给我！你休想！你休想把孩子给那个女人。 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想要孩子，你不会自己生啊？想生孩子，你不会找个男人嫁了再生啊？干嘛要来拆散别人的家庭啊？哼，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说够了没有？你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你就骂人呢？我骂你怎么了？只有素云那种傻瓜才能当你是好人。春花，我看呐。 你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家，能想出这种幺蛾子？八成是看上孩子他爹了吧？别胡说！我胡说什么？你瞧瞧他那双狐媚眼，什么还书涵的才啊？我呸！明明是勾引你扯的幌子罢了。你心里头盘算着什么？我清楚的很，不就想趁人之危抢人孩子夺人丈夫？ 你这样过分吧，佳音，婷婷，你爸爸呀，他就喜欢追人家。哦，小贱不哭啊，不哭啊，有你春花一在，谁都不能把你抢走。佳音，佳音，佳音。 他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心里去。求求你，我不想再说这事了，走，别走了，佳音，佳音，师傅，停一下。素云啊，我不送你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师傅，明德礼。哎，秋香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啊。佳音，佳，志远。 好像志远啊，太像了。妈，哎，素云，妈，你小心点儿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，我估摸着你该生了，特地赶回来的。妈，你小心点儿。没事。素云啊，你看上去怎么那么憔悴啊？快坐下歇一会儿吧。 好玩吧？睡着了，真没想到我一回来你们家就发生那么大的事。妈，您见着奶奶了吗？见着了，没事儿。嗯，素云，你放心吧，小贱他现在安全了，那个谢佳音已经被我给骂走了。我想，他是没有脸再回来抢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谢佳音来过这儿，是爸爸带他来的。素云。 你还不知道啊？哎呦，真是傻！你都不知道，舒涵把小贱卖给了谢佳音，什么时候你自己被卖了？我估计你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谁卖给谁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妈，原来当初借给爸爸1500块钱的人是谢老板。谢老板？这不可能！嗯，当时我男人都跟我说清楚了。 那1500块是跟别人借的，而且当时还跟我说，要是借不出来，还不起这个钱，他还得坐牢呢，不可能是谢佳音。嗨，算了。
吧，还坐什么牢啊？素云呐、啊，不是我说你呀、啊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，男人都快跟人家跑了，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那个谢佳音，他根本就没安好心，他打从一开始就设好了圈套，先抢走你的孩子，再抢走你的男人。春花姨，可是谢老板一直对我们家都很好，我妈还说要我长大了以后学他呢。婷婷，你和你妈呀，都是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，还当谢佳音是什么好人？根本就不是，他这完全就是趁人之危。更加气人的是，就连舒涵都上了他的钩了。那个谢佳音是可恶，可是你们家舒涵更可恶。哎，我男人怎么可恶了？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就怕他是装糊涂。咱们实话实说啊，人家谢佳音有钱有势，长得还漂亮，你要真说舒涵对他动心吧，也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。要不你想啊，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做父亲的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一个外人呢？我看他就是乐得把这个孩子送给那个女人，将来他们才好有什么牵扯。还有刚才那个谢佳音被我给骂走了，那个舒涵哦马上就跟出去了，说不定他俩现在就在湖边的那个公园约会呢。约会啊？湖边的公园？嗯。说清楚了，你帮我看着孩子。哦，妈，妈，妈，你别走啊！春花说的没错，他看透了我，我是一个两面人，我心里面一直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知道吗，舒涵？我偷偷地为了自己几千次。我收养小姐，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帮你跟素云吗？当然了，谢老板，你一直很热心肠的帮助我们。那你真的是很傻，你没有看透我，才是输。还是说你其实没那么傻？你只是在装傻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真的不明白吗？你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对彼此的感受吗？我不走了。你在逃避什么？佳音，谢谢你大发慈悲，肯把小剑留在我和苏云身边。我欠你的钱，能不能不要提钱啊？舒涵，我跟你之间就只有钱吗？啊！我该走了，佳音，现在素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，我得回去告诉她。你可把小倩留在我跟她身边了，我得让她安心啊。你是我们的贵人恩人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我不要你感激我。舒涵，我不要你感激我，我只想求求你，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感受。你知道我控制得多辛苦，你知道我用了多大的力气才可以抑制住我对你的爱。我这样装的真的很辛苦，可是我不想再装了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。佳音，是这样，你喜欢的人不是我，是志远。志远他已经死了，志远他已经死了，我爱的人就是你。我知道这样不对，舒涵，我心里很痛苦，我不想做这么坏的人，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对不起素云，我对不起你的孩子。佳音，我控制不住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佳音，我喜欢你，不要这样，佳音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要再离开我，别这样，佳音，佳音。